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，台湾在9:50的时候发生一起有感的地震，而这起地震呢，在各地明显都有摇晃的感觉。刚刚发生有感地震之后呢，其实整个摄影棚当时呢是有点左右在摇晃的。不过至于震央在哪，还有详细的数据，目前本台已经在联络气象局地震预报中心，稍后最新的讯息随时为您掌握。不过要提醒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慌张，遇到地震的时候，三个步骤：趴下、掩护，还有稳住，来提高警觉性。其实还要再提醒观众，还有余震的部分，可能要再多注意了。